个新发型让长辈漂亮好过年，美发业者特别站出来，义不容辞参与义剪。中和庆功与国际同济会四个分会共同在福和宫前举办爱心公益活动，除了免费的专业剪发，也鼓励大家一起共襄盛举，挽起衣袖，捐出热血，把爱传出去。那因为快过年了，那我们希望说一些老人家剪个新的发型，那一个新的气象来过年啊。我们也跟这个 DKDN 的一些活动的设计师很热情的参与我们这个活动，来帮忙一些老人家来做一些义剪的活动。每年的一月、四月、七月、十月第二个礼拜天啊，都会在福和宫前面办捐血活动。那么每一次的成绩也是相当的不错，我们希望捐血一代，救人一命，为这个社会啊做一些我们应该做的公益社会活动。我也是第一次来捐血，然后也请社团人大家一起共襄盛举来参加这个有意义的活动，做个快乐捐血人，传送给需要帮助的伤病患者。只要捐血，还有鲜甜的水果可以拿，不妨利用假日时间为血库尽一份心力，让血液的库存量能够增加。捐血一代，救人一命。中天空新闻综合报道。